家人们，现在速食界这么卷的吗？15分钟就能吃上店里同款的煲仔饭，我倒要看看这东西有多方便，有多好吃。今天就来测评一下，买了一大箱了。买煲仔饭还送锅、送蒸笼、送勺子，你敢信吗 ？Oh my god！川味腊肠煲仔饭、广式腊肠煲仔饭、腊肉腊肠煲仔饭，你最喜欢哪个呢？我最喜欢这个广式腊肠的。有一袋丝苗米，这个是新米哦，好大一包腊肠啊！这个腊肠的分量比我买的其他品牌的都要大很多耶。剁椒酱、酱油调味汁、大豆油。丝苗米倒入锅里，加入 water， 先煮个10分钟。Later， 大豆油浇上去，把肉加进去。这个肉的量真的好多呀，铺满了一整锅。我还加了个鸡蛋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做法还真的挺简单的，厨房小白都能成功吧。已经开始期待香香脆脆的锅巴了，已经香迷糊了，感觉整个房间都是煲仔饭的香味了，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。新米做的饭口感就是爆，丝苗米煮了之后软硬适中，很可口，每咬一口感觉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。不像那种滋乐米饭里的饭软乎乎的。这个腊肠也很正宗啊，感觉配上腊肠我能狂炫好几碗饭。香香脆脆的锅巴就是煲仔饭的灵魂精髓呀。真的太香了。